注意台钓，面对中分，咱继续看446页，后壁第五纸只吼，只继续呢吼，要来破即个外道吼，由你金英说主所用，为以我说为作者，为由以法说为作者。现在呢，你爱去讲自己。啊，内心所想的看法，哈、那么是唯独对有我者，哈、讲伊是作者，或者是呢，伫个我以外其他的法，嘛会当甲称呼作为作者，这就是延续顶一回迄个问题，过来探讨即个作者者，是称呼我作为作者。而且呢，嘛是唯独伫我即个对象，较会当称呼伊作为作者，或者是呢，我以外啊，其他的法，咱嘛会当甲称呼做作者，安尼。那么若为以我，世间不应说吼为小者，讲为教者。如果唯独伫个我者，较会当称呼作者的话。那么安尼呢？问题过来啊，吼，即个世间呢，就无应该讲会叫做小者，即个小者呢是会当烧，会当烧，迄个呢叫做会，那么光呢，光叫做会当照，叫做照者，因为会伊会当烧，即个烧就是会的一个作用。所以，徛在火的立场呢，火就是作者，因为咱做作这个烧这件事。那么光明呢，这个光呢，嘛是同款，光的作用就是会当照，会当照，这是光的作用。所以，徛在光的立场呢，光嘛会当叫做作者，安尼，迄就是伊由光才发挥出来的作用，所以。火来讲，火是作者那么伊在做啥？伊就在做即个烧所以火叫做作者，嘛会当讲叫做烧者。光呢，光是会当照，所以光嘛是算作者作者呢，就是指即个烧者。如果唯独伫我者，较会当讲伊叫做作者的话，那么咱世间呢，就无应该安尼讲火。啊，是光，因嘛是作者，应该讲啥物人是会当烧呢？就是我，我是会当烧的，我会当发挥即个烧的作用。那么我呢，会当来照，我会当照，世间就应该安尼讲，因为呢，唯独伫我遮较会当讲伊叫做作者嘛，所以即个问题呢，就由遮产生啊，就会有即个毛病存在。毋过事实并无安尼，事实呢，咱无讲我会当烧，我会当照，那当咧烧的时阵，咱讲火咧烧，若咧照呢，咱讲光咧照，并毋是我，那么若以法，即以鉴定诸根，说为作者，多分别我，不应得利。卡叔讲，伫我以外，其他的法。如果哪会当讲伊叫做作者的话，安尼，那么问题嘛出来啊，安怎呢？伊讲，即以鉴定诸根，就是即个诸根呢，伊会当发挥即个鉴定顶的作用，那么咱就称呼即个诸根作为作者。比如讲即个眼根，眼根会当鉴，那么咱就讲眼根叫做灵鉴者，那么灵鉴呢？一个眼睛的一个作用，所以讲眼睛嘛是叫做作者，因为你若同意，伫我以外，若有其他的法，嘛会当称呼作为作者的话，那么呢，问题就是安尼，就是伫建这件事物顶端，那么由相来发挥就是资金嘛，就是眼睛嘛，那么咱称呼眼睛作为作者，安尼就好啊。如果安尼就好呢，你是多分别我，你有你的分别心，
过来甲吼执着有一个我，即件代志呢是白费的，是假。哦，你加执着一个我，那么呢就无合理啊。既然眼睛顶顶伊就会当作为作者，那么这个我呢就无需要，就假。哦，所以在你来讲呢，嘛是无合理，因为我既然就假的话，我就是无实在嘛。哦，那么你搁执着我是实有的，哦，是作者，安尼嘛唔对。哦，那么咱来看这个注解，哈，这是延续顶一回迄段，哈。为由境界所生，吼，若苦若乐等者，诸行是分若有若无，可解受者、作者及解脱者。这个受者、作者啊，佮解脱者，吼，迄顶一回有讲到，吼，伊是由甚物会来加，吼，分别者呢？吼，由甚物会来设定这个作者、吼，受者啊，佮解脱者呢？就根据这个诸行，那么诸行呢，伊在某一个时间上来讲，或者是有，或者是无，那么呢，由这来加分出受者、作者，啊，佮解脱者。那么这到底安怎解说呢？吼，下面伊就佮讲啊，吼，伊讲如以诸行有苦乐定位，可吼可解我为受者。哦，伊讲就是伫咱的五蕴心者，哦，诸行，哦，咱的五蕴心当中，当有这个苦乐等等的界位发生的时阵，哦，有苦受，有乐受，还佫包括不苦不乐受者，哦，等等。那么呢，咱就讲叫做哦，五蕴受者，哦，就是这个诸行叫做受者，哦，受苦受乐。吼，啊，搁有呢，受这个不苦不乐，遮种种的阶段，迄当阵，这个五蕴就叫做受者。吼，那么五蕴呢，当然，那咱凡夫也好，外道也好，就伫遮分别有一个我存在，啊，就讲我叫做受者。吼，有善恶等殊及烦，吼，贪嗔等烦恼，可解我为作者。当这个咱的诸行呢，哦，那有这个善恶等等的思，哦，这个思呢，就是采取行动，哦，思心所就是采取行动，要采取善的行动，要采取恶的行动，哦，就是要做善恶业。啊，搁有呢，你搁发动这个贪嗔等等的烦恼，哦，那么在迄当中呢，就会当讲这个诸行就叫做作者，哦。因为由咱的五蕴心，才去采取行动，造善恶业，发起烦恼，安尼，这个就叫做作者，啊、哦。那么，以此灭尽，可解我为解脱者。当这个善恶定数，啊、哦，你将善恶业消灭，你将烦恼消灭的时阵呢，啊、哦，咱的诸行就叫做解脱者，啊、哦，解脱一切的业，解脱一切的烦恼嘛。哦，那么迄个时阵呢，就是解脱者。哦，是即我为欲苦欲乐，及由事业变为烦恼，随烦恼定之所变异。如果拿安尼来讲呢，哦，你若讲我叫做即个受者、作者、解脱者，那么你就爱了解，即个我就会受到苦受、乐受，啊，佮有即个事业。哦，就是善恶定数，哦，采取行动这件代志，啊，搁有呢，就受到烦恼随烦恼的变动，啊、哦，照讲是诸行尔，啊，诸行是受者、作者、解脱者。如果呢，你若是执着有我，啊、哦，我叫做受者、作者、解脱者，那么我呢，伊就应该爱受到这种种的变动，啊、哦，那么为喜逆也，啊、哦，为不喜也。哦，日积月过，如下别破。你若同意这件代志，好、哦，不管你同意也好，或者是你无同意，那么两项呢，拢总有过失。哦，这其实就是咱顶回一段，哦，最后一段咧破遐，哦，诸行，哦，这个我我那是受着这种种的变异，那么我嘛是无常啊，哦，
我就是无常啊。啊，如果呢，若无受到伊的变异呢？吼、哦，既然无受到变异，那么我就无应该叫做受者、作者，啊，佮解脱者。啊、哦，就是遮两项拢有过失。啊、哦，就亲像顶一回呢，最后也讲的遐，由个别来甲破。那么初中顶言啊，顶处诸行灭尽，这个顶呢，就包括啊诸行灭尽者，啊，这是伫顶回遐有讲到哈，这个哈，伊算讲哈，这个哈，这个我哈，接着我呢哈，是受者、作者。啊，佮解脱者者，吼、哦，迄是顶一回遐讲的吼，安尼吼，伊、哦、最后呢吼、哦，有一个定嘛，吼、哦，由烦恼随烦恼定，吼、哦，即所变异嘛，迄、那个定是包括啥？包括即个诸行的灭尽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烦恼随烦恼呢消灭，就包括诸行消灭，吼、哦，那么迄当阵呢就叫做解脱者，吼、哦，是即个意思，因为伊即个原文呢，敢若讲烦恼随烦恼。定，哈、哦，会变异，哈、哦，安尼，啊，伊迄个定呢，包括啥物货，佮包括诸行灭尽，安尼，哈、哦，那么现用相闻，哈、哦，为书，哈、哦，烦恼分，非常变异故，若处无变异，受作脱非理。所以伫即个《显容性教论》呢，吼、哦，伊有一个寄言，伊要安尼讲，吼、哦，伊讲为书烦恼分，即、这个为呢，就是该为，吼、哦，就是苦修、乐修这顶顶的该为，迄、那个叫做为，吼、哦，就是指苦修、乐修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再来呢，书书就是善恶的书，吼、哦，就是你要采取行动，做足善恶业。啊，烦恼分呢，就包括烦恼随烦恼者，哦。那么这三件代志呢，哦，伊是非常住的，啊、哦，伊毋是常住不变，啊、哦，非常，啊、哦，伊毋是常住的，伊是变异的，啊、哦，非常就是无常嘛，啊、哦，伊毋是常就是无常。那么无常呢，就是变异，不管是苦乐修也好，啊、哦，这个善恶的事也好。啊，是烦恼随烦恼也好，拢总是无常变异的。哦，今仔日这三件代志，若是无变异的话，那么你讲有一个受者，有一个作者，有一个解脱者，啊、哦，受作脱，那么呢，就非理，就无合理。啊、哦，就是爱有变异，才会当讲叫做受作脱。如果呢，伊若无变异呢，你讲伊是受作脱的，就唔对。哦，那么基于正统，伫《显容性教论》遐呢，吼、哦，伊嘛有参考这部论，吼、哦，啊来开演这段啊、哦、破外道的道理。那么伊遐特别有讲这个寄言，迄、那个寄言所说的道理呢，跟咱遮啊所讲的呢，其实是同款。好、哦，搁再来呢，吼、哦，由逆应说，自以所欲，为为以我，建立以我。为欲以依法建立依我，现在我阁要问你，哈、哦，那么你呢？爱阁讲看家己内心的想法，啊、哦，是唯独伫我这个对象者来建立这个我的名称，啊、哦，啊是呢，嘛会当伫别位啊，除了我以外，其他的法来建立这个我的名称呢，啊、哦，是这个问题。这个我是一个名称呀，名言。那么是按对来建立呢？按对来，哦，加，哦，设定这个我呢，是因为有这个真实的我，那么人家称呼伊做我。啊是呢，除了我以外，有其他的法，那么呢，咱个加入伊作为我。哦，现在就是问这个问题，哦，若为以我者，世间不应以彼。假说是乎心，何为得有佛修定？如果那是唯独伫我遮建立以我的话，啊、哦，咱要称呼这个我，干那会当伫这个我，啊、哦，这个真实的我遮，啊、哦，这个对象
称呼伊做我，你袂当伫其他诶法称做我。若有即种诶问题诶话，那么世间呢，就无应该伫即个假说是佛心。即、这个是佛心呢，就是咱人诶五蕴心。啊，是佛就是人，伫即个人诶五蕴心当中，那么称呼伊作为德友，啊，称呼伊作为佛修。啊，即、这个德友就是咱甲号名，啊，咱甲号名。哦，安尼，咱甲号一个名叫做德友，哦，也是咱甲号一个名叫做佛修。啊，比如讲咱人，每一个人咧拢有一个名，哦，姓啥物货，啊叫啥物名，哦，迄个就是一个称呼。哦，那么呢，咱伫个啥物所在称呼迄个人的名呢？咱是看，当咱看到一个人的时阵，哦，咱是看到啥？咱是看到伊的我吗？啊，称呼伊作为德友。称呼伊作为佛修，哦，啊是讲称呼伊作某某人，哦，是因为看到我吗？哦，啊是讲咱看到迄个人的五蕴心，啊，那么迄个五蕴心呢，咱甲假说伊是一个属乎，啊，等于讲咱这个五蕴心出现的时阵，咱讲这是一个人，啊，迄个就叫做假说属乎。当我闻心这个果报体生出来的时阵，哦，咱讲这是一个人，哦，那是这是一个属乎，然后人就是属乎。那么这个属乎也好，这个人也好，这是一个概念尔。咱讲人类，哦，人类也是讲人道的众生，这是一个人，啊，迄叫做假说，啊，因为无一个真实的人，哦，只不过呢是看到一个我闻心尔。哦，所以迄个五蕴心，咱甲称呼伊做人，迄、那个叫做假说是佛心。哦，安尼，那么咱是伫个即个假说是佛心者，称呼伊叫做某某人，还是称呼伊做德友，称呼伊做哈佛修？哦，啊，无讲迄个人姓李，哦，迄、那个人啊姓李咧，咱讲伊是李先生，哦。安尼，也是迄个人姓林，哦，林太太，安尼，咱是伫个迄个我遮称呼伊做，啊，即个李先生，还是伫伊个即个我文先遮称呼伊做李先生呢？啊，伫即个问题，如果那是唯独伫我遮较会当称呼伊做我，那么咱来了解，咱要甲号名呢，就是伫我遮号名，就是看到我了后。咱甲何伊叫做李先生，哦，安尼何伊姓李叫啥物名？哦，就有这个问题，咱就无应该伫个这个假说的是佛心，甲称呼伊做哦李先生，哦，还是德友、佛修等等。问题呢，事实并不是安尼，哦，咱人看到人呢，哦，人甲人中间互相见面，咱会称呼伊的名。咱并不是看到伊的我，啊，咱是看到伊的假说是佛心。那以世间的真实的道理来讲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当咱看到一个人，咱是看到伊的五蕴心，啊，甲称呼伊做啊德友，称呼伊做佛修，啊是称呼伊叫做某某。啊，所以你讲伫我遮建立这个我吗？唔对。啊，这个我。并不是伫我遮建立的，啊，哦，不是，哦，那么若以依依法者，是则为以诸行假说明我，何须境界别有我也？啊，哦，如果你若同意讲，除了我以外，嘛会当伫其他的法者来建立出一个我，那么你也了解。那安尼来讲呢，就唯独伫诸行者假说有一个我。就是伫即个五蕴心者，哦，咱呢，哦，加设定伊叫做我，啊，设定伊叫做德友，设定呢伊叫做佛修，哦，啊是加号一个假仔的名，哦，姓啥物货，哦，啊名叫做某某安尼，啊，因为即个名称是一个假说尔，哦，每一个人出世，哦，拢有一个名，哦，爸母会加号一个名，哦，那么迄个名呢，当然代表伊本人。哦，不过你要了解，这个名呢是一个假名，
哦，名是一个，哦，一个号尔，哦，符号尔，哦，并毋是真实有迄个实体相。哦，若要讲有实体相呢，其实是五蕴尔，哦，伫五蕴遮安立即个名。那么现在呢，迄个名就是假说，哦，假名。现在来讲，咱若是同意伫我以外其他个法，哈，会来讲，来当甲建立一个我，那么你会了解。这个我就是唯独的诸行者安立的，在五蕴者安立的。那么这个我既然是在五蕴者安立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假名而已，假说。那么按这样来讲，你何必就跟另外集中有一个我呢？哦，那个我就是一个假名的我就好了，就不需要再集中说有一个真实的我。哦，那么何以故？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吼，哦，诸世间人为以假设，是乎自心起有情相，立有情名，即说自他有差别故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世间的人，就是伫即个假设的是乎自心，就是头前讲迄个假说是乎心。哦，那么呢，由这来生起有情的概念。哦，众生的概念，哦，啊，安立这个有情的名，哦，咱针对一个人，哦，那么当咱看到一个人的时阵呢，其实是看到一个五蕴尔，五蕴的组合体。不过呢，咱甲称呼伊做属乎，哦，称呼伊做有情，称呼伊做众生，哦，还是讲呢，伊叫做人，安尼，啊，伫遮呢，就甲立一个讲，伊叫做有情。哦，伊是一个众生，哦，伊是一个人，安尼，哦，啊，搁有呢，搁讲出，哈，哦，有迄个我，啊，哦，有你，有伊，哦，那么为虾米？就是伊为着要讲出这个自他的差别，哦，会安立这个名称，哦，会升起这种的概念，就是要互自他有差别，哦，安尼尔，真简单，哦，目的就是安尼。所以咱会号种种的名，哦，如果呐要号名呢，哦，比如讲每一个人拢是幽静，哦，安尼，那么当咱叫幽静的时阵，唔知咧叫啥，哦，所以爱另外去讲，哦，讲出，哦，迄个一个人，哦，啊个号个别的名，啊过来，哦，讲这个主他，就是讲一个我，哦，这个我呢，就是要代表自己，哦，那么他呢，就是别人。哦，你啊是伊，安尼，啊，讲出个我出来，讲这个你啊，讲这个伊呢，这是为了要互自他有一个分别。哦，那么咱伫语言咧讲话的哦的中间呢，啊，就会当分别讲，哦，每一个人的无同的所在。哦，啊，若无呢会杂乱，哦，唔知话讲出来要代表啥。哦，所以这是一个方便尔。啊，伫个即种个假设属乎自心，就是我闻心者。哦，那么呢，升起幽静个相，哦，啊，立即个幽静个名，啊，目的就是安尼。哦，那么呢，哦，即个就是指假名。哦，所以我只不过是假名尔。哦，那么咱看即个注解哦，假说属乎心者，以我处闻假立属乎。是名假设属乎心，伫即个五处温者，就是五温。好，哦，那么呢，咱个假立伊叫做属乎，啊，哦，属乎就是人，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即种叫做假设属乎心。好，哦，咱是人道的个个体，啊，哦，是一个人的身份，这只不过是一个设定尔，啊，哦，设定，啊，哦，那么下面呢，佫继续。由你何所欲？哦，假我之见为善为不善也。哦，现在呢，搁要继续问你。哦，这个执着有我的这种的见解，请问伊是善还是不善？哦，这种的见解，这种的执着，请问是好的还是无好的？安尼，若是善者，何为及无痴人？哦，亲起五见，
不由方便顺逆而起。如果这个执着有我的见解，吼、哦，这种的分别，伊那是善的话，哦，伊是好的，伊是合法的，哦，伊是正确的。那么，请问你，哦，是安怎迄个非常无耻的人，伊会真深，哦，真深入来生起这个五见，哦，伊拢唔免经过什么款的方便，伊拢唔免去观察，哦，唔免去判断。哦，嘛免去思维，伊真自然就会升起这个五见，而且伊五见嘛还阁真深。哦，既然是善的话，就无应该安尼。哦，非常无耻的人，伊真简单就会当升起五见啊。哦，那么这个善法是毋是就真便宜？哦，无应该安尼。哦，那么令令众生不为解脱。幽灵增长诸恶过失，啊，除了这个无耻的人，伊会生起五见以外，吼、哦，搁再来呢，伊搁会当予众生行行这个解脱，哦，因为众生呢就是执着有我，对于这个，哦，一切法毕竟空无我的道理呢，伊会生怖畏，所以呢，伊无愿意解脱，伊认为讲我若达到解脱呢，一切拢消灭啦。伊会惊吓，啊，连我都消灭，伊会惊吓，所以迄个叫做怖畏解脱。今仔日，这个执着有我的见解，如果是善的话呢，伊竟然会让众生惊吓这个解脱，安尼嘛不合理。啊，啊，搁再来呢，伊会当增长种种的过失，种种的恶法。啊，因为众生就是因为啊执着有我，啊，由这来做种种的恶业。为着要啊保护这个我啊，为着要维护这个我啊，为着要让我来享受啊，来争取种种的啊这个利益啊，啊来追求种种的欲啊，啊又再来做种种的恶业啊。如果我若是善的话呢，无应该有这种的结果啊，因为呢由我开始，拢总是恶法由这生起来，所以呢不应得利。你讲伊是善吗？唔对啊。那么若不善者，啊，不应率众结非颠倒。如果今仔日，哈，啊，这个执我的见解，啊，执着有我的见解呢，伊那是不善的话，啊，你若同意讲这个五见是不善，那么你无应该讲五见是一个正确是非颠倒的代志。因为这个外道，伊认为我是正确的，啊，伊认为我是非颠倒，啊，有我是对的，啊，那么有我呢，并不是一个颠倒的代志。如果呢不善，就不应该安尼讲。既然是不善的话，那么表示讲这个见解是错误的，那么错误的不正啊，啊，就是颠倒啊，啊，那么若是邪道所假之我，体是实有，不应得利。如果今仔日这个执着有我的五见，伊那是一个邪道的话，吼，哦，伊如果那唔是正，那是颠倒的话，吼，哦，那么会安怎呢？吼，哦，既然是邪道，吼，哦，邪道的话表示这个物件无实，啊，无实，啊，所以呢，你执着有我，啊，有一个我，那么我的体性是实有呢，这个就无合理。如果那不善的话，伊就不应该讲是正确的，伊就是颠倒。啊，如果那颠倒呢，表示讲这个执着有我，这件事物呢，啊，伊有一开始呢，就拢错误啊。好，啊，既然错误呢，你讲伊是实有，就唔对啊。啊，所以你讲伊是善吗？嘛唔对。讲伊是不善吗？含你家己原先所讲的，佮违反。啊，所以由这来表示讲，你所执着的我呢是无的。是无存在的，哦，那么咱看这个注解吼，假我之见为善为不善定者，若假我见为善，是则及无耻人不应亲心升起，亦复不应顺逆而起。如果今仔日执着有我的见解，啊，是善的，啊，是正确的，
那么安尼呢？吼、哦，即、這个牛市的人，吼、哦，非常牛市的人呢，伊无应该，啊、哦，伫伊的内心，啊、哦，真深入，啊、哦，真深刻，来生起即种的见解，啊、哦，因为牛市的人是含慢，啊、哦，人戆的人。那么戆的人呢，你对即个神法呢，你哪会当讲真凊彩就互你了解着？无应该安尼，而且呢，嘛无应该顺利的生起。无应该讲真自然的会当生起来即个五根，因为即个生法呢，就是真罕得，你爱去追求，你爱去栽培，才会当得到。结果呢，都唔免创啥物货，真自然就互你得到啊，安尼就唔对，吼。有福起时，也不能，应不能令众生不为解脱，而求效友，即令增长诸恶。各是二对恶处，搁再来呢？吼、哦，这个五根那是善的话呢？吼、哦，那么当伊生起来的时阵，应该袂当让众生不为这个解脱。吼、哦，伊既然是善的嘛，你就无应该惊吓解脱，啊，然后呢，搁要追求一个效友。啊、哦，当众生要死亡的时阵。这咱伫第一卷捌讲过啊，众生要死亡的时阵，伊惊吓这个我消灭啊，所以呢，伊就赶紧要去取得一个效友。效友就是将来的生命体，叫做效友。咱若解脱的话呢，啊，如果咱若消灭一切烦恼，得到解脱，就无效友啊。当咱进入这个涅槃的时阵，啊、哦，那么后有就是将来的生命体就不生啊，啊、哦，就无啊。不过呢，众生伊无安尼，啊、哦，当伊死亡的时阵呢，伊并无要放弃这个将来的生命，啊、哦，伊会惊吓，惊吓这个我要消灭，所以呢，赶紧去争取，啊、哦，赶紧去取得一个后有，啊、哦，如果。五根若是善的话，无应该有这种的效果。啊，搁再来咧，五根若是善的话呢，嘛无应该增长咱种种的恶业。啊，然后呢，互咱将来对三恶道。啊，咱会做恶业，因为有我。啊，会对三恶道，因为有我。如果我若是善的话呢，就无应该互咱有这种的啊结果。所以你讲我是善的，是唔对的哈。欲戒五戒为不善者，啊，是则彼戒应不如理，应是颠倒。如果呢，哈、啊，这个执着有我的见解，啊，就是五戒，伊那是不善的话呢，哦、啊，那是不善。那么你要了解，这种的五戒应该是无合理的，啊，不如理，啊，伊是错误的。啊、哦，那么既然是无合理的话，无随顺真理的话，那么呢就是颠倒，啊、哦，颠倒来错误啊，啊、哦，五根就是错误的代志，因为伊是不善嘛，不善就是错误啊。若欲逆者，颠倒之言，啊、哦，颠倒所言之恶，而戒十有，不应得利。啊、哦，如果若安尼讲，你若同意这件代志，五根是不善。那么五根既然是不善的话，五根就是颠倒，一个颠倒的事物，啊，颠倒的事物，伊的来源，啊，颠倒这个事物的来源，啊，颠倒就是五根嘛。那么五根为什么会有五根呢？因为你攀缘有一个我，由这产生一个五根。今仔日这个五根是颠倒的，啊。那么五根的来源，就是伊所攀缘的对象，即、这个我，你煞甲执着伊是实有的。如果伊若是实有的话，就无应该是颠倒。啊，所以五根的来源，迄、这个我，你若甲执着是实有的话，啊，结果呢，互你产生迄个五根，煞是变颠倒的，安尼呢，嘛是无合理，啊，嘛是错误的。啊，所以有这段呢，嘛会当来破除。哦，互伊了解讲，即个我的执着嘛唔对哈。有逆何所欲？啊，无我之见为善，为不善也。
搁再来，我搁问你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甲我回答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无我的见解，吼、哦，是善呢，还是不善？吼、哦，无我的见解，吼、哦，是善还是不善？吼、哦，拄则讲嘛，吼、哦，就是我见执着有我。那么现在呢，咱伫佛法内面，吼、哦，学习佛法所栽培的智慧，互你有迄种无我的见解。请问你，这种是善还是不善？啊，若言是善，以彼相助，实有我相，见无有啊，无我啊，无有我，二是善性，非颠倒假，不应得理。啊，因为咱即马是请问这个外道嘛。啊，我问你，无我是善还是不善？啊？那么这个外道呢，伊就回答讲：无我的想法啊，无我的观念是善的啊，安尼啊，外道伊就安尼讲。那么现在呢，问题搁来啊，假使讲无我是善的话啊，那么你做修仙，你是执着有一个相住不变的我啊，有一个相住实有的我啊，以彼相住实有的我。因为这个相助实有的我是外道伊，哦，伊的见解嘛，伊认为有一个相助实有的我。那么现在来讲，假使真正有一个相助实有的我，那假使若是真正安尼，有一个相助实有的我，那么咱伫个这个相助实有的我顶端，咱有迄种无有我的观念，咱甲当作无。比如讲，迄个我是真正有诶，啊，啊，咱甲当作无，迄个叫做无我诶见解，安尼。那么安尼来讲呢，咱是不是变颠倒啊？哦，因为我是相助实有嘛，啊，本来就有，本来就真实诶。那么真实诶物件，咱甲当作是无诶，是毋是？咱即个当作无诶观念，就变做颠倒啊？啊，毋过呢，你现在你煞讲伊是神性。并不是颠倒的执着，那么呢不应得理。比如说现在咱的头前这有一尊佛像，啊，啊如果呢我来讲这无一尊佛像，那么相信，啊，这个啊这个听众呢，啊会讲我是颠倒的讲法，啊，因为明明都有一尊佛像嘛，啊，那么我讲伊是无，这种呢就唔对啊，啊唔对，啊，所以这段文呢就是在讲外道。伊本身是执着有一个相助的我，好，我即马顺你的看法来讲，啊，假使讲若真正有一个相助的我，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么呢，我即马问你讲，无我的见是善还是不善？你阁讲善，安尼是毋是这段话啊，都有问题，啊，互相呢都有相反啊，啊，因为这个无我的见解。竟然是伫相助实有的我顶端发生的，就好比讲头前有这尊佛像，啊，咱甲否定伊的存在，哈、哦，安尼，哦，就是相助实有的我，咱甲否定伊的存在，就变作无我。哦，那么安尼讲呢，这个否定我的存在，这个无我就是错误的。那么既然是错误的话呢，应该就是颠倒嘛，应该就是不善嘛。啊，毋过呢，你佫讲伊是善的，啊，所以伫遮来讲呢，啊，自己的话就有相反，有违背，啊。那么，哦，若言不善，而一切智者之所宣说，啊，方便，啊，精勤方便之所升起，令诸众生不破解脱，令速证得别证之果，啊，诸恶果实如实对治。不应得理。如果这个无我，啊，这个无我的见解，啊，无我的智慧，那是不善的话，哦，安尼嘛唔对。为什么呢？伊那是不善的话呢？啊，是安怎讲？无我之见，伊是为一切智者之所宣说。啊，一切有智慧的人，啊，包括圣人，啊。包括这个种种的贤者，啊，就是佛、啊、菩萨，啊，还有呢，这些阿罗汉，啊，一切有智慧的人，
因呢拢总共同来宣说无我之见。伊如果若不善的话，那么呢，诸佛菩萨就无应该讲无我啊，啊，无应该鼓励众生修这个无我观，啊，观察无我，啊，安尼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哈、啊，方精勤方便之所生起，就是呢，啊，咱未由者来生起精进，啊，未由者来生起精进，啊，安尼，简单讲就是。伊若是不善的话呢，咱无应该伫遮呢，吼、哦、生起精，吼、哦、种种的这个精勤，种种的方便。这个方便呢，就是咱咧修行，咱咧落实的时阵呢，爱采取种种的行动，迄叫做方便。啊，毋过呢，咱真努力咧修，修啥物货？修要破除这个我，吼、哦，修机关要破除我，吼、哦。咱为虾米？吼、哦，因为有无我嘛。吼、哦，咱要追求这个无我的境界嘛，一切的佛弟子，一切的圣人，拢总要追求这個。如果伊若是不善的话呢，咱无应该由遮生起种种的精勤方便。哦，啊，搁再来呢，令诸众生不破戒脱。哦，就是讲呢，如果若是不善的话，啊、哦，无我的境界若是不善的话呢，啊、哦，是安怎伊？哦，伊就无应该予众生哦，无报为这个解脱、哦、因为坦拄啊迄段来讲，众生伊会惊吓解脱，就是因为执着有我，哦，惊失去我。那么现在呢，咱若是学习佛法了后，有一个无我正确的智慧呢，你是袂惊吓解脱的。你对解脱这件事，你是袂报为的。如果无我的见，那是不善的话呢，伊不应该安尼。啊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吼、哦，令速正得别正之果。啊、哦，今仔日这个无我的见解，那是不善的话呢，伊不应该互你真迅速得得到这个别正之果。那个别正呢，啊、哦，别就是正，啊、哦，正就是清净嘛。啊、哦，那么清净呢，好比讲别同款。这是相对，哦，那么白的相对呢，就是乌，哦，乌暗的乌，哦，白，哦，那是相反的话，就是乌。那么乌是啥物？乌就是污染，啊、哦，乌就是污染。所以白就是清净，哦，清净的果就是解脱，啊、哦，就是解脱，啊、哦，就是圣德，啊、哦，这个无我的境界，啊、哦，伊会当予咱得到清净的果报。哦，清净的果就是解脱果。如果无我那是不善，不应该安尼。哦，现在来讲，无我伊会当予咱得到别正之果。哦，所以你讲伊不善吗？敢那个怪怪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搁再来呢，吼、哦，诸恶果实如是对地对地。这个无我呢，啊、哦，无我的境界，啊、哦，当咱学习了后，咱无执着我。咱若无执着有这个我，咱呢就袂因为我来做种种的罪过。啊、哦，迄当阵呢，这个诸恶的过失，就会当真实来甲对治，啊、哦，来甲治疗，啊、哦，甲对付啊，甲治疗。啊、哦，咱为什么会当对付这个诸恶的过失呢？啊、哦，会当治疗这个恶患呢，就是因为咱有修这个无我的境界。啊、哦，所以以上来讲。如果无我那是不善的话呢，哦，无应该有这么多的好处，哦，拢让你走向清净，让你走向解脱，哦，所以你讲伊是不善吗？嘛是不应道理，嘛唔对，哦，是无合理的，哦。那么咱看这个注解呢，哈、哦，无我之见为善为不善定者，啊、哦，若无我见言是善者，便不。应解有相诸我，这个无我的境界呢？啊、哦，如果那是善的话，你就无应该执着有一个相诸的我，安、哦、尼。因为无我是正确的嘛，所以迄个我就无存在。啊、哦，你讲伊是相诸嘛，就唔对，安尼。啊、哦，那么若言不善，
本应不为一切地价之所算算。如果你讲无我，那是不善的话，吼，伊就无应该受到一切有智慧的人共同来讲出这种的道理。一切有智慧的人，因拢总来讲这个道理嘛，啊，都不应该安尼。那么应非精勤方便之所生起，啊，这个无我的境界呢，嘛不应该是由精勤方便来生起，啊，这个道理呢，安那讲呢？啊，比如讲咱要修这个无我观，啊，咱听闻佛法了后，了解无我的道理，啊，那么咱由这呢？会愿意呢，要来落实追求这个解脱。不过呢，在凡夫的阶段，还佫有我的执着，啊，我的执着。那么要安怎达到真实的无我呢？就是你要由这来发起种种的精勤方便，啊，就是你要努力去修无我观，啊，由无我学习落去了后，你爱落去修无我观，啊，你爱精进，啊，去修无我观。那么到有一天成功啊，互你得到无我的见，啊，见无我，迄个就是见真理，啊，那么呢，迄当阵你就升起无我的智慧，啊，得到圣德。所以今仔日无我的境界呢，啊，如果若不善的话呢，应该毋是讲互你真努力，就爱还当升起这种的境界，爱真精进，啊，爱真努力去修。才会当生起这种的境界，啊，无应该安尼吼。那么应不能令不不解脱速证别证之果。如果无我那是不善的话，吼，哦，应该袂当互你吼，哦，不为无不为解脱，吼，哦，应该无法度互你无不为解脱，吼，哦，因为伊是不善嘛。啊，搁再来，无应该互你无迅速去证得别证的果，啊，因为伊是不善嘛，啊，伊若不善的话，就无应该互你安尼达到无不为解脱，啊，达到真迅速来证到这个别证之果，啊，证涅槃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吼，啊，也不能令如是对治诸恶个性。搁再来呢，吼，无我那是不善的话，伊嘛袂当互你，吼，哦，真正确无颠倒来对付治疗种种的恶法，种种有罪过的代志，啊，哦，结果呢，啊，哦，人皆本利，果不应利。问题咱以现实来看呢，拢总毋是安尼，啊，哦，拢总毋是安尼，啊，哦，那以现实来看呢？这个无我是一切有性哈，啊，有智慧的性者，因共同来讲出这个道理的。好，啊，搁再来呢，无我嘛是你爱真精进努力去修，才会当得到的。啊，搁再来呢，无我你若学习落去了后，伊并袂互你惊吓解脱，甚至呢会互你愿意去追求解脱。啊，搁再来呢，当你修无我达到。哈，啊，成就的时阵，伊会当互你得到别证之果。啊，当你断五见，啊，断五见的时阵，你就得到圣道啊，啊，得到解脱啊，甚至将来呢，得到涅槃。啊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吼，啊，这个无我，那以现实来讲，伊会当对付咱的种种的罪业，啊，对付咱种种的烦恼。哦，咱一切的烦恼呢？哦，一切的烦恼贪嗔痴，其实呢，哦，拢由这个执着有我才来的。哦，啊，咱个由这呢，因为发动贪嗔痴，过来做种种的恶业，哦，所以才产生这种种的过失。哦，所以一切呢，拢是由我来的。哦，所以无我呢，以颠倒，哦，相反来讲，也当对付咱家的过失。哦，所以呢，以现实来讲呢，并无以讲的迄种的问题，你若讲伊不善呢，就无应该安尼。所以呢，你讲伊不善嘛，嘛是无合理，哦，嘛是唔对，哦。所以这段呢，哦，就是安尼，哦，就是讲你讲伊是善，哦，伊是善的话呢，含你的执着佮相反。
啊，你若讲伊不善呢，看现实所看的，佫毋对。哦，所以呢，由遮来讲，哦，互咱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执着有我是毋对的。那么无我呢，较是正确的。那么时间关系呢，吼，咱今仔日研究到遮，弥勒尊佛。